早上的9:58，花博农民市集啊，今天的活动，礼拜天的活动啊，1点台南凤梨品尝，1:30青木瓜鸭品尝，2点台南凤梨特卖及品种介绍，4点花博的音乐舞台是乐琴自弹自唱，自弹自唱，6点是周周抽奖的展售会活动，单品买100元及1点，点满3点可换摸彩券参加周九抽奖，每周6日下午抽出周周得主2名，啊，这个不知道抽出什么2名得着什么奖，啊，你看现场人还没来吧，但是今天啊这个天气非常的良好，相信下午人潮会很汹涌的，都出来吃完饭后大家都出来活动了，到原上花博，这是花博农民市集的活动，环球邮报记者燕国龙台北报道。